会非常快，即将要唱最后一首歌。那今天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前，还是想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。我是 Linian， 然后可能你还没有见过我，或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表演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，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就是在10月7号跟10月16号，即将在台中 Legacy 跟台北 Legacy 有一场我的巡回。那这个巡回是有一些新歌，然后我们有一些嘉宾。所以如果你有想来看的话可以来看，或者你今天看然后觉得歌蛮好听的，然后你想要再听更多，其实讲实在话，你不来你就会后悔，只有后悔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 Hurt。小 B on guitar， 阿杰 on drum， 林夏 program， 邵阳 keys， 我是 Linian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。